助力巡卫官们接到发起人王佩瑜的邀请，来到苏州赴一场昆曲之约，品一品曲中的意蕴，听一听词中的故事，希望能为昆曲传承人准备一桌风雅精致的江南味道。这好美啊，好有感觉啊，现在像进入了一个仙境的感觉。第一次来苏州？我也是，我应该是第二次，上次来是工作。但是来说说你对苏州的印象。哎呀，只有你可以说了。空气很好。大姐，那个塔能上去吗？上去的，好，上去。这个建了1500年。哇，那就是1500年。我们苏州成立是2538，历史啊。那边在唱戏。天气好足啊，在这里完全能听见，完全听见。我们在很远很远就听到了这出戏，说明演唱的两位老师功底非常的足。昆曲吧，昆曲啊，苏州。对我来说还是真没有多大的了解，但是很好听。我感觉年轻人现在都不太了解。演得真好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辛苦二位。老师来了，你们赶紧上来吧。老师好，等你们半天了，赶紧上岸。好的，来了。慢一点。老师好。嗨，哎呀，余霜。老师好，康康，小五，哎，欢迎你们。